好，这个其他官用他快速的方式哈，而且我们在场也有一个最资深的义工，那阿辉啊，是我吗？哦，代表来到现场，我想等下有机会好好伊新闻安尼分享一下。啊，我想我用最简要的吼，虽然安尼我是人来来疯啦，迄也十无四五十个，其实也讲无啥出来，但是看在洪凯的眼前，吼、哦，这个。洪凯来，啊，搁有恁一几个英雄好汉吼，女士，我想这也是真无简单吼。这是我最近新编的一出迄骗人的嘿简短的 PPT。整理过啊，整理过。哎，这是两个画面啦吼，这是我看到赵洪雅，然后在一个菜市场里面。也因为来自菜市场，所以我一直在思考，这个什么是来自上在地的这种小吃文化味蕾是什么？其实每一个地方的七角味，每一个地方的菜市场是值得逛。台湾好像没有人写一个从台湾土到台湾尾土，透过自助旅行的眼光，然后去探讨每一个地方的菜市场的特色。嗯、可能这我感觉菜市场是一个真重要。这个菜市场内底拍明明拢拍金嘛，各个所在拍出来金嘛都无同。是啊，菜市场内底拢有那个拍金嘛店、有中药店、有迄个拍刀啊店。每一个所在拍刀啊，一间铁店，你大概可以看到它那个地方的茶啊、植物啊，或者他们的工作方式的一些不一样。有的刀啊，镰刀一样叫镰刀，镰刀爱多几样，因为有可能拄着什么种的草啊，所以会不一样。我说的是菜市场里面的复杂，这个是我一直到今天很重要的记忆。我小时候就是生长在这样，早上、中午跟傍晚，还有吃完饭之后。我们就是到那个树仔卡，啊，大人囡仔、女王囡仔，到大人、老妇女，大家一起泡茶也好，讨论也好，这是一个对今麦社会、对都市人来讲是不离啊奢侈、甲难得的基地。如今我到乡村去，的确，因为选举，因为派系，因为老人口。因为新移民的加入，因为小孩子这个小校小班，后来变成贵小校，然后变班，所以现在乡村这嘴好好被裁撤了，啊，这是囡仔嘛开始无班，这拄啊好，我家己册店弄个卖漫画，就做一个光之岛，你讲一个小岛，你要捍卫一个小岛的那个小学，他说一个小学如果关起来，就是代表。我们这一个小村庄年轻人不会再回来，所以呢，这就抢救小学大发展。啊，我看到这景象，其实咱今嘛大家拼来拼去，希望就是一种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社会，大家可以轻轻松松，不管是工作、上班或者公务人员等等，休息的时候就是可以有那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。不一样，我举一个好例子，如在我们楼上哈，我这一栋是公寓，在我们后面，如果一个唔捌一只出路的人，啊你去，你咪啊看到人拍招呼，我来讲，你是看伊一眼，哎伊一眼，你认为你是有目的的，你这个人来讲，对我那个乌白拍招呼，我唔捌的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在乡村，你遇到任何一个人不打招呼。边仔迄个交警部啊，是会甲你边仔救援，去找恁是大人。你这是要教我，啥话唔捌，啥歹嘴拢无咧讲话，这真怪吼、哦。一边太医，一边是咧救援。恁大个，我是欠你偌济，看到无咧甲我小借问。这很特殊啦，那这个特殊性就来了，这其实就是一种情感。什么叫做文史工作者？我最近人拢讲我是文史人士，我
我感觉阮呐温室的人，我做啥物证明？我叫做文化工作者。文化较宽，啊，文史就是文字甲历史，啊，这一种拢无人要买册，这怎么办？帮他做啊。但是我要讲的是，台湾过来，历史以来的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，文史工作的人都老阔阔，啊，就是拢死标标，然后一成不变。我觉得文化工作新一代的人应该要有一种突破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然后政治的、选举的、庙的，什么都可以谈，这个才屌。我1997年在台南读二专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个文史工作者，那个叫做郑道崇，他做一个文化工作室，那个年代做工作室很屌，就是赤坎文史工作室，哇，那个够很屌啊！在过去那个年代，你没有听过台南有一条海岸路吗？海岸路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是环挖，喷出泉水，要不然土壤就陷下去，因为它是一个冲积扇里面的最年轻、最不安稳的地层，就是那个海港，以前它是港口，然后又冲积，然后遇到那里又在，反正这吊轨，遐拄好一个接缝处，所以遐讲要起一个地下三层。五层的那种百货公司啊，还有什么三层啊，然后他个派去，然后我看到那个最屌的那个解说人员，政府也没有办法说他不对，然后又可以调侃政府，那个叫做郑道崇，破译的大概用 TBN 港提一套幻灯片，那个年代没有 PVD 的幻灯片，我用去帮你摆椅啊，调荧幕，然后他是很厉害哦。他刚开始一播都是那个庙的故事，哇，播下去，哦，这间庙较早，这个地理位置，所以有三张地图，然后点出那个庙，以前没有 Google，然后点出那个庙之后，哈，欢迎光临，哦，老师你好，有师姐，哇，这块粉丝外国认真讲的，欢迎光临哦，然后我那个年代，我受他影响很深，那个叫郑道崇，你知道吗？他前面开始讲那间庙，然后最后那间庙，因为发展之后，庙门神本来很漂亮，潘丽水的画，最后被换成新的浮雕。然后他接下来再讲那个庙前的庙埕，不知道是安怎老照片，100年前的、50年前的、30年前的、20年前的，因为换了一个某主委，最后现在变这样，哎呦。这条款了，搁一把放到下底，去听下庙公甲主委着做紧张的。啊，迄个主委着伊澄清，我你看恁两较早选我，我最近才上任，我们应该要，伊着开始窃窃私语啊。到伊讲完了吼，着开始讲，你看，咱的台南市就是这样，延平街也拆，什么也拆，你看我们这间庙也要变成这样。我阿他妈话锋一讲，我们旁边的海岸路拓宽。要连续影响六间庙，然后我们的聚落会变成什么？100多人，刚开始跟他讲历史故事啊，看到老照片很爽啊。可是讲到最后，我们那个都变成历史照片。讲到上尾啊，下家嘛，大家拍我，啊，咱会当安怎做？啊，迄个主委又变起来，我正式宣布，我要邀本宫，哦，要邀请这郑道崇做咱的顾问，咱希望甲咱今嘛这吼，我老婆坐这庙啊。即咱回复等于30年前安尼，咱向几年后要向100年的迄个画面来调整，啊，要怎结束？然后又下一场又去另外一间庙，我看到又搞一次，我想说他怎么那么厉害，都可以知道每一间庙都这样，然后用庙再让打入那个拍戏。那后来一到选举的时候，我又去又做义工，我觉得更不得了，他很厉害，他讲到最后的是。话锋一转，咱个是地名取定。你讲看，按我是啊地名，把咱变甲安尼，吼海岸路安尼，哦，这我无法度去甲伊抗议。咱是不是着爱交咱扫下去这个议员？哎呀，就讲我大家，我换议员去恁接手。我啊，当选一定爱甲咱这个郑道崇啊，杀去做咱文献委员，做咱个高级委员。最后，咱啊，我这个是地名判刑，安尼好不好？爽是爽，安尼啦。然后他
帮蓝绿一直选举，把鸟去一直讲。迄个时阵就是我所想哦，为我工作，我表示真正我都甲一个所在安尼过程甲正大，迄个叫正道冲。果然啊，等到等到了啊，他很爽啊。我来这里奋斗了13年啊，他奋斗了20年啊，他就第一次遇到了张灿宏，他就被普及为。现在遇到赖清德，他变成了都市计划委员、文献委员、古迹委员、所有委员。好，我去台湾时，我感觉，这个老师啦，当作用。所以咱一世人捡到运是无安尼，有时啊，我啊事业命啊运啊，啊拄着好运。但是不变的是，那个工作是要一直累积啊。那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很震撼。所以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就开始。像这个是我们旁边的一条古道，然后伊把迄个钉啊，画一节一节的，然后最后通过他的手哦，刀子就可以变成让它像开花一般，一节一节，每一只就是人家拜拜的香嘛。然后这个香经过这个师傅，这个是他调的檀香，染一染又晒干之后，就是人家拜的香，点香点了之后，哇，就很香。我那时候。我终于懂了，文史工作就是从这个过程。现在比较方便，现在有摄影机、有相机，可以录音录影。我们以前的年代就是透过访谈，访谈他也不接受，那必须要怎么办？男生就跟他喝酒，女生就跟他小孩，然后什么聊一聊，就跟他小孩里面，然后最后他愿意露出一手，然后让你拍他的正面的照。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他会表演，然后可以去调查，然后拍出来，然后他里面怎么调料，整个过程拍出来，故事文字之后，那个过程就是文化。或者没有的时候，亚兄得了亚兄嘞，跟弟兄啊没啥关系。可是经过这样的介绍之后，你拿到他的香，我相信那弟兄马可珍藏，那弟兄点燃的是一个故事，这是外面村。贵家调查的贵点，啊，过来阮边啊有一间包仔店，无啥人咧买，真侪人讲伊是无卫生啦，啥物吼，啊，阮就开始遐调查，啊，遐店，看伊咧行者，啊，厝边好新的啊，伊伊啊，拢去捡捡一挂跩，啊，后边行啊，就清淡袂下。但是我们觉得，哎，他是很屌啊，他环保啊，这个时候是在论战，哎、欸，如果伊某一天都拢去捡着人咧拆的老厝，拢是宽裕的，哎，行出来宽裕。香味迄是一趴咧，附近应该袂使去讲臭啊吧？那一捡的是用龙眼树，我相信龙眼树烧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。那现在最麻烦就是什么材料，装潢板的材料给它滚进去烧，所以我们就要跟它协调。啊你哪有什么资格去协调？必须从熟了开始慢慢的去访问它，啊呈现它，啊最后他觉得哦。不错，经过你的报道，我的生意也比较好。经过你的报道，我们家的小孩看得起他，所以他就愿意稍微来调整一些些作为。那个有时候叫做社区营造，有时候他那个都生锈，跟他讲一下，哎，他终于愿意换，这个是具有必要知识。你看哦，这个他每一个一捏哦，每一碗重量都很相当，他一去就。人工品牌，这个是不必想。在那我咧比较头前喝绿色的酱菜的寿司，我用六三 A 的时阵，迄个握寿司上好食，入口即化，食到安尼笑来安稳。啊，这个也是啊，你看他不用再用磅秤在那里称啊，他这个就地方是一样，都必须经过这个放台。那个民间信仰也是啊，民间信仰你看是很无聊一滴。婚丧喜庆，恐怕是差。唯有你理解的过程，你要把它扭转改变也有可能；你要把它升华变文化创意也有可能；你要把它毁灭掉也有更有可能。说什么都可能，但是问题是必须先调查。啊，每个都有故事。比如讲这唢呐，一唢呐汉人、客家人，一个。汉人内底吼，当然有诶，刘义昌嘛，办潘英海捌写过一本册，是没有汉人这件事。我但是我想很难一直讨论这些啦。好，我们暂时说有汉人，
汉人里面呢，区分两种，一个叫漳州人，一个叫泉州人。漳州腔、泉州腔，漳州就是宜兰上典型的啦吼的腔，泉州就是这鹿港上典型的腔。可是哦，来到鹿港，那鹿港刷来到云林的云林腔、云林腔，云林的泉州人腔口就无啥共，台南的呢。啊，新港的漳州腔，一定也无同。你好，哇，欢迎光临。所以那个腔调是不一样。这个是，你等一下要提醒我拿那个薪水给你啊。好。我一直忘记，一直偷偷刮掉。你在干嘛？这卡在一三旅社，没有休那个寒暑假的时候，他是一三旅社很重要的工作伙伴。好，那。所以这这点嘛，比如讲唢呐是客家人来讲，就是两种意味的，听到唢呐声，一种就是送葬，这许多呀，啊一种就是迄个孩子刚出生，啊顺利接生成功，啊用唢呐讲讲，唔免大声话啦，唢呐声结结的，啊无就是安怎，迄个要结婚的时阵，哇要娶新娘用唢呐来大大大起引导安尼。在客家文化里面是很屌很屌的事情，可是它两个意义，一个是代表死亡的凶脉，一个是代表出生跟喜悦的。所以，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后来林声晓才有办法，透过张铁志的那个音乐工作坊，张铁志在1999年那一年，在美浓办了一个环水路的音乐工作坊。我那年我拄啊去参加，对，我其实绕跑的，那个迟到早退，因为大概会办四天呐、啊，三天四天三天四夜一种，那三夜四天三夜，啊我都干那会当去参加一两天，啊都报名里面嘛，用钱办那种义工啊，义工之后也在那个年代，然后就访问到还知道，所以他变成那个音乐，我有机会爱买 CD 啊，所以我以前一直觉得我的 CD 挑选之好，是这原因。啊，可惜啊！后来，我以前一直认为咱家己的所在，咱嘛爱家己，迄个写咱的歌，家己爱做咱音乐，所以应该办一挂音乐工作嘛。可惜一直没有机会，还没有处理到音乐的部分。我最近发现音乐很可以拐播的，弘雅诗网办节目。今天如果说是音乐会拍卖，音乐演唱加拍卖，我们都爆满，我有先红台，不点单我来，对不？啊，芝麻讲小演讲嘛，大家看天气，哇，一当这写啊写到这么，芝麻愈来愈巧啦，唔卖啦，写愈来愈模糊，迄定是迄头家家己要讲的卖嘛，大家嘛都会对对，无啥遗憾，这个办法。现在这个时间，现在这个时间，大家在注意啊，台湾四界拢普渡啦，普渡和两个事件有关的，一个就是过去的漳泉械斗，啊，这足怪。这足外行对一本册有关的啊，咱馆店有一本册拢卖袂去，叫做《图解台湾史》。这本册头前有一大段拢在讲迄个漳泉的械斗，以前迄罗汉卡来到台湾，罗汉卡过台湾新湾结归原路的，但是真歹势，这台船的人内底有可能伊就开始分啊，头前的谁人在坐，后壁谁在坐。就开始有咧互相欺负啊！即嘛来一路来了，有讲姓刘的去刘厝争，姓吴的去吴厝争，吴厝的人看刘的就袂爽啊，所以就定定都无啥会迄个。但是谁先占着水源地，就算上好啦。即嘛伊就开始，反正就家己人咧欺负家己人，这真怪啊！一直到后来变腔口，那个腔调哦，有时候听到别人的腔调听不太懂，一样在讲台语哦，讲台语。我的腔和你的腔无啥共，我着做袂爽，看到做难了的，所以想尽办法。咱若人较侪，咱着去人欺负，所以着定安尼。所以迄个过程着造成真侪问题。啊，所以着尾啊死真侪人啊，着有咧普渡的。啊，另外一个事件着是含即个林爽文，其实嘛毋是干呐林爽文，林爽文是一个代表，佫有足侪啥物咧朱一贵啊、戴潮春。过去台湾有一句话啊，迄个。三年一小乱，五年一大乱。啊，清朝政府管台湾200多年，哦，
你看遐尼久的时间，你啷知影跌跳咧乱？啊，每一个乱，一个字乱，可是过程中思想真多。所以到今仔林总问啊，我都定位啊，你是好人啊，歹人？这爱看对一个所在。啊，结果但是不管哪有普渡，这个就冒出。所以家人的普渡和家的普渡一定袂同。啊，家就属于为七农历的七月初一，一直到上尾啊迄天。而且搁较怪的是，有时啊过一条街，因是长，阮是明长，很怪哦，他们的。位置就刚刚好，然后每天都有人在普渡，然后普渡就是要拜拜，要拜拜就要放桌，啊，以前可以订到，诶，恁诶爱来阮家吃，啊，阮明仔载过恁家吃，这连接互相办桌文化以内底，啊，都有一挂深层意义哦，情感，即嘛啊办桌叫到要分去，搁唔转来，囡仔，你甲看，咱厝办一块桌，以前吼是安尼哦。什么人拢爱搞转来哦？哦，尤其咱岛，咱厝都是大人，是大人会骂哦。你也无转来，怨一世人，你会害哦。所以爱转来，转来了后，骂情开动就开始，即个吼叫高进宝啊啦，即三叔公啊，哦二叔公啊，即什么宝姑，哦大宝姑、二宝姑，啥讲吼，记袂完啦。但不管嘛，明年搁来一届，说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你伫咧练。然后你一定爱背起啊，拄到伊啊，这二职工、三职工、高进宝啊，什么人？即摆唔是啊，即摆办桌是也唔转来啦。即摆出过年，伊阁无转来，吼、哦、过年转来嘛，无一定有法度团聚，啊，就拢去了了。所以即摆转去，我着讲笑，我着一家真高样，开车无几样下着，对方要拍要离到尾啊，一个是大出来，咱拢家己拢亲戚，你嘛较。怎么着的？你都要拍吗？伊爱叫一声，伊爱叫一声，你敢知？我爱搞了，我安爱叫保险变，拢变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过程。这是家长，阮嘉义区的家长，佮含台南的家长，佮嘛，访问的过程佮含余清芳佮有关系啊。所以这侪趣味，可惜哦，这干那家长这件代志就可以讲很多。以前吼、哦，所以阮迄阵我着叫几下个来去，看啊，你看健全，或者阮在四中着开始去发展。不过奇怪，讲着转遐边嘛无啥吼，拍拍个无快半死。所以我即摆拢无啥爱叫，拢感觉爱夫妇个搁进来，在座个也要拍平来来应酬个。哎，最近不错。你卖讲想着，但我搁要加就好啊。哦，你卖加白加。好，我还要把握时间。今天目的是集中之后要做事情的。好，那尾鳞鳃吼，啊，这种，这家长很特别，因为我当公司的故事，以前我以为叫做八家长，后来错了，叫做十家长，是那个十几面的，意思是哪啊？因家长不管恁都有拜一个主神，比如讲八妈祖，因家长八个人，爱佫头前佫加两个人，这两个人叫做千里爱同力。如果伊也是包公的，伊的主神拜包公，你去看要安怎？伊这时阵八个爱搁加王朝马汉加展昭，安尼变鬼也变宰人，宰人搁叫宰家长，那叫做十家长。啊，拄到迄个地藏菩萨的神王庙，伊就爱七呀八呀，所以有这种就变十个。他是八个机组，可是他会变化。啊，变换未必在这里啊！啊，过来就是讲，透过这段时间来，哦，民俗也了解，吃的也讲。可是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，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哦，我们要把他留在身边很困难，因为同这他们已经科公子，啊，同这来旅行，哎呦，我搬了早，啊，同黑人一定是玉山银行，那我都给借钱。啊，这咱唔知伊身份，啊，迄啊都在读书。伊是画家，画画。哦，画家，画家，专门在画人家。对，那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咱就要慎重有个人来做咱的工作，比如讲伊去开店，但是变到陷害到他自己都不觉得是我们陷害他，因为他失败的经验大，失败不会怪我们。啊，这个才屌，所以要互相影响。啊，再来就是要变成串联。啊，我觉得不错，要加油！这间店，我一直因为它很小，小到只有我们租一间这么大，哦，这个地板真的
大一点点而已，所以吼，穿上这人去嘛无啊，伊嘛做袂起，你知道？我因为又加上那个小姐蛮漂亮，因为稍微漂亮，所以吼，就身体就不差。那安好去嘛无好诶，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在扶持有没有丑丑的男人跟丑丑的女人开的店，如果开得好也不错。啊，这一家就很可惜了，这一家就倒了，这个不是倒了，就房租太贵，这蛮挤的啊，买一家你去随便来。我就觉得，一个城市需要有很多的人来创业，有的人去保留老房子，然后一间一间我们自创景点。这一件事情是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在保留一个景观。那这个为什么重要哦？我想来放一个片子，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重要。我先来讲一个故事。这个都还不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。我觉得接下来如果嘉义市可以做一间更屌的，做一间，我去花莲看到花莲丰田车站出来有一间台铁的宿舍，这一间宿舍已经铁皮了，可是这一间宿舍被他们文史工作者拿租下来。这个文史工作者发现他们地方开始出现四个结构问题：第一，老房子越来越多；第二，公部门的房子一直在拍卖。财团的居民是有的无的。第三，他发现小孩子的教育很匮乏。第四，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叫做外国妈妈，叫外籍新娘。他觉得这些事情都要做好。今天要保留老房子，要怎么结合这个四件事情？他做到了，我真正是向他敬礼啊。所以我一届我买真侪物件，我顿顿一个一个汉超上好的后边，规大堆的拢是还是搁在后边。我那一次很惊讶，我很感动啊！唔捌买两件，我若买过会流目屎。看到一群囡仔在遐小看冤家，但是不是冤家。那个小朋友说：“这个要卖五块就好。”旁边五块谁要买？我才不买嘞！这个要一块。然后另外一个说：“太少了啊，两块。”他们在乌啊高尾，他们在猜拳，最后五块。所以他就写一个五块。哎，你知道要干嘛吗？那个老王子的那。那个是那个有一个，他们那里有一个森林，我们这里是阿里山，他们是砍那个太平山，那里有一个林田山，所以林田山下，你看砖块木哎，啊，管定是茅草屋，里面卖的都是人家捐的，每几年四个诶，沈南水路唔是啊，四个支持者寄来这个，恁家无爱用还是什么物件卖，唔是送伊，啊，伊就甲标价卖，赚的钱。脸成本，而且都是小孩子在付，还有当然有一两个大人啊。啊，这些赚的钱扣除成本、水电、租金之后，就交给开始来做这个外配的识字班、烹饪班什么班，然后教小朋友辅导班，来做这些事，而且还保留一个老房子。我看到这个才是我心目中一直没有机会分享的，我心目中的愿望的一些，而且还很大。哦，那个一间，你敢知这维持一间的开销是真严重的。老房子，尤其台铁的宿舍是规定是不能卖东西的，所以你要怎么不卖，那个无收入吧？啊，要卖又会被抓，然后要怎么卖让人家更认同，还会流眼泪哦，这个是小困难的了，经营。那这个就是我对嘉义的期待，就透过地图。可以让每一个地方环走过的地方都有钢筋，有钢筋，咱这对的影响。咱若对一条街路吼，含街路要安怎拓宽拢有意见，咱就赢了啦。一条街路爱家己有意见，这毋是政府划拓宽路条，迄个厝拆了了，街啊、鸟啊、掠个半块半只，啊个厝，迄个老、迄个树啊刷了了，啊咱这大家捍卫一丛老树、两丛老树，那个太远了。然后水沟被遮盖。一件代志，我埋头论水沟，这个城市的人文、水文、气候、伪气候，啊，进一步谈这个雨水要怎么收集，嘛都无得做啊。所以文史工作是可以处理都市计划的，可惜咱拢叫看无去。那我来谈一个很好的案例，就是日本有一个古川町，不是影片欣赏啊，但是